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五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五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五级考试。HSK 五级听力考试分两部分，共45题。请大家注意，听力考试现在开始。第一部分，第1到20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，女儿呢？从幼儿园接回来了吗？她姥姥刚把她接回来，现在正在卧室里玩呢。女儿现在在哪儿？二，这次考试报名18号就结束，你得抓紧时间了。幸亏你提醒我，我今天就去。都需要带什么证件呢？男的提醒女的做什么？三，你怎么这么累？是不是又熬夜了？是啊，昨晚世界杯开幕式，看完都半夜两点了。男的昨晚为什么熬夜？四，小王，这次的名片没印好，有些地方印得比较模糊。那我马上跟对方联系一下，让他们重新印。女的打算让对方怎么做？五，我在这儿都坐了快一个小时了，一点收获都没有。别急，钓鱼要有耐心，慢慢来。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六，刚下过雨，台阶比较滑，您小心点儿，别摔倒了。好，你也小心点儿。男的为什么让女的小心点儿？七，您觉得这个方案怎么样？我很满意，但我们还得征求一下投资方的意见。这个方案需要征求谁的意见？八，你怎么了？这么不开心？别提了，我的电脑中病毒了，要交的实验报告也没了，白忙了一天。电脑怎么了？九，今天阳光真好，不如我们把被子拿到阳台上晒一晒吧。好，那我去把被子抱过来。他们要做什么？
十。你帮我充电话费了？我刚才收到短信通知了。是，现在正在搞活动，充200送100元话费，我就给你充了200。男的怎么知道女的帮他充话费了？十一，小张，你太太还在邮局上班吗？没有，她前几年就辞职了，自己开了家网店，专门卖儿童服装。关于小张的太太，下列哪项正确？十二，大夫，我手术的伤口有点痒，不要紧吧？没关系，这说明伤口正在愈合。男的怎么了？十三，小黄，你那儿有7号电池吗？我的无线鼠标没电了。我找找看，好像还有2节新的。女的为什么要借电池？十四，你论文写得怎么样了？什么时候答辩？16号，导师说基本上可以了，只是还要注意一下格式。女的论文写得怎么样了？十五，您好，我想咨询一下，注册一家公司需要多少资金？这就要看公司的性质了。他们在谈什么？十六，我们店里的商品全都是手工制作的，每一件都独一无二。麻烦你帮我把这副耳环拿下来，我想试试。女的对哪件商品感兴趣？十七，没想到居然在这儿碰到你，你也去上海？是啊，真巧，我在6号车厢，你呢？他们现在最可能在哪儿？十八，这个酸辣土豆丝你炒得真不错。你喜欢就好，我还担心醋放多了呢。你再尝尝这个汤。女的担心什么？十九，你知道虎头蛇尾这个成语是什么意思吗？知道，就是形容一个人做事情有始无终，不能坚持下去。虎头蛇尾形容人做事怎么样？
20。听说你的新书就要出版了，恭喜呀。谢谢，不过有些地方得调整一下，估计下个月才能正式出版。关于那本书可以知道什么？第二部分，第21到45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21题。21，先生，您一共消费了240元，您付现金还是刷卡？我有一张满100减30的优惠券，能用吗？对不起，这张券的有效期到8月中旬，现在不能用了。好吧，我付现金。那张优惠券为什么不能用？22。你女儿今年高中毕业吧？是，高考成绩刚出来，正准备填志愿呢。想报哪个专业？这两年国际贸易比较好就业。她从小就对文学感兴趣，我觉得还是尊重她自己的意见吧。男的觉得哪个专业比较好就业？23。李总，您到北京了吗？不好意思，我还在上海，这边临时有点事需要处理，我9号下午到北京。好的，那我们10号上午见，怎么样？可以。他们打算哪天见面？24。我们学校有个夏令营活动，咱们给儿子也报个名吧。都有哪些活动内容？主要是在野外生活，让孩子学习一些野外生存技能。那挺好的，让他去锻炼锻炼吧。女的是什么意思？25。你去国家博物馆了？是，昨天陪我舅舅去的。那儿怎么样？太大了，我们只看了古代钱币展，其他的都没来得及看。男的觉得国家博物馆怎么样？26。上班快2个月了，业务都熟悉了吧？差不多了，比实习时强多了。平时加班多不多？不多，就是月底偶尔会加几天。关于女的，下列哪项正确？27。你应聘什么职位？产品销售。
之前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吗？没有，但我学过销售类的课程，我会尽力做到最好。他们最可能在做什么？28。小高拍的这些照片您都看过了？看过了，的确不错。别看小高年轻，他可是我们店最好的摄影师。那我的婚纱照就交给他吧。他们觉得小高怎么样？29。主任，这是礼拜天出席会议的人员名单。好，一共多少人？我们邀请了8位专家，再加上公司领导和同事，一共17人。晚上的宴会安排在哪儿？对面的酒楼，我订了一个20人的包间。根据对话，下列哪项正确？30。买房子的事怎么样了？我们在郊区买了一个3居室，100多平，就是离单位有点远。交通方便就行。开始装修了吗？还没，我正想问你这个事呢。女的想问男的什么事？第31到32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亲爱的旅客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乘坐本次列车。由于前方江苏省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天气，出于安全考虑，列车将减速运行，预计将晚点1小时。对于列车晚点给您带来的不便，我们深表歉意。列车在济南西站停靠后，我们将为每位旅客免费发放矿泉水及零食。如果您还有其他需要，请告知乘务员，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。31。列车为什么晚点了？32。列车停靠济南西站后会做什么？第33到35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秋天到了，寺院里到处都是落叶，师父让小和尚负责清扫，他每天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打扫完，这让他头痛不已。他想找个好办法，让自己打扫时能轻松一些。有人对他说，你打扫前用力摇摇树，让叶子通通落下，这样明天不就省事了？小和尚觉得这个方法不错，就高兴地照办了。可是第二天，院子里仍然是满地的落叶。无论你今天怎么用力打扫，明天的落叶还是会飘下来。世上有很多事是无法提前的，该发生的
你怎么也阻挡不了。不会发生的，你再努力也没有用。所以重要的是活在当下。33。小和尚为什么很头疼？34。小和尚听到办法后是怎么做的？35。这段话主要想告诉我们什么？第36到38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雪融化了是什么？老师在课堂上问。一个小学生回答道，春天。然而，墨守成规的老师却说他错了，并让学生们记住标准答案是水。雪融化后变成水，这是常识。但孩子的回答就错了吗？至今，我们的记忆中还有冰雪融化、种子发芽、果树开花这样令人心动的句子，这难道不是指美丽的春天吗？然而，机械的标准答案却将想象的翅膀咔嚓一声剪断了。有位学者说过，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发展个人天赋，使人经过锻炼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。在很大程度上，一个人的命运取决于他所受的教育，而不同的教育会培养出不同的人。雪融化了是水，但雪融化了也可以是春天。36。那个问题的标准答案是什么？37。说话人认为那个学生的回答怎么样？38。说话人对教育有什么看法？39到41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心理学家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，要求一些年轻人回忆一位和他们关系最密切的朋友，并列举这位朋友跟他们有哪些相同点或不同点。结果发现，大多数人列举的都是相似之处，例如，我们性格内向、诚实，都喜欢古典音乐，我们都很开朗，喜欢交际等等。心理学家说，这是因为人们更喜欢与自己相似的人交往，这样在交往时就很少会产生争辩，而且容易获得对方的肯定和支持，这会给人们带来安全感，从而使彼此相处得越来越愉快。39。实验要求年轻人回忆谁？
四十。根据这段话，人们喜欢跟什么样的人交往？四十一。根据这段话，可以知道什么？第四十二到四十三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一个工人向他的朋友抱怨，活儿是我们干的，受表扬的却是组长，最后的成果又都变成经理的了，这不公平。朋友微笑着说，你看手表的时候，是不是先看时针，再看分针？可是运转最多的秒针，你却看都不看。所以做得多不一定得到的多，但是这种不公平正是你向前的动力，你应该不断努力，让自己成为那根别人看得见的时针。四十二，工人为什么抱怨？四十三，根据这段话，下列哪项正确？第四十四到四十五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有些人片面地认为，只有那些不愁衣食，并且有大量空余时间的人才有资格或才会当志愿者。其实，参与社会事务和促进社会进步是每个人的权利，也是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。参与志愿工作是表达这种权利与义务的有效形式。在服务他人、服务社会的同时，自身得到提高和发展，精神和心灵也能得到满足。参与志愿工作，既是助人，亦是自助，既能悦人，也能悦己。四十四，一些人片面地认为，什么样的人适合做志愿者？四十五，说话人认为参加志愿工作有什么好处？听力考试现在结束。